然后刚刚顾跟他说话，我就不小心开错了啦。啊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是安全驾驶。哎，啊，等下可能会闯红灯，所以安全带系好，很安全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你看绿灯行。对对对，你看，安全安全。这条路直直走就到医院了，这条路我熟。你看医院在左边。有没有想要买医疗包？不是医疗包，绷带的啊，可以这个帮你停一下。哎，先生，我发现你没事，我以为你秃头，不好意思。那怎么会想要穿绿色条纹？条纹显胖哎。可以搭个。也不要搭什么，感觉条纹就很难搭哦。那这边前方左手边是车库，有很多人可以聊天的地方。那我们继续往直前直走。诶，我听到什么声音？哇，他们声音好大哦！院长吗？你不是应该要去那个警察局观测一下那个？哎、欸、哎，你们喉咙太大声了吧？我开车都听得到。啊，抱歉，我嗓门天生比较大，不行啊。好好好，没有没有，我怕讲秘密被其他人听到。没有啦，我们怎么没可有，能在这个地方讲秘密啊？光天化日之下讲什么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那些我是怕他们讲些不该讲的话被别人听到。上前去提醒一下，先睡了，拜拜，拜拜。886。哎，到嘞，看是不是很快，安全效率。才600多块，干嘛？小气鬼，交不到女朋友，大便忘记带卫生纸，忘了带手机，喝汤喝到虫。真的小气耶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我等下差不多要关台了，我好累哦。今天真的是冒着43度在等那个人事部去开，然后开了也4点开到现在多久啦？8个小时哎、欸，哇，这除了新入股以外，真的没有开这么长时间过的台哎、欸，是吧？哦，新入股好久了哦。好啦，我们送完一次卡车，我们就关台，好吗？哎、欸，我到卡那个货运那边，我就播一次广告。你们先把喇叭那些关静音了吗？怕又有人吓到。左转，哦，果然是货运的，老司机。起火，锁门，完美，止血压。在做梦，弄一些东西啊。你是竹竿哎，吗？竹竿对哦，啊，对啊。哎，我认得你了。啊，这位红头发的是陈晓东，陈小晓东，东。哎，你是唱歌的那个吗？不是，我是演戏的，哦，演戏的。
啊，你要来当货车司机吗？对啊，来需要打为你工介啊，绍一下吗？不用我啊，刚好在兼差啊。不用啊，不用啊，我下午就有在这边做了，啊，这台车是你的吗？那台，哪个计程车吗？对啊，哎，啊，小刀也是计程车的你那么有钱啊，就。都买计程车就兼职啊？代步，对啊，到处做啊，打拼那一下嘛。这里的车，这台是谁的啊？在这有点，刚刚就在啦。因为这里车太多，有时候叫货车会有一点问题，会对跌啊，下来我啊。很怕。刚刚就有一个气爆案啊，那个车这跟车跌下去，政府官员只赔一半啊。真的假那怎的？么办？这台货车会不会挡到我这们台啊？货车就是那个政府官员呐，他们能力不足啊，他把这台车推都推不走啊，这个政府很没用的啊。哇，政府无能。你自己小心呐，叫政府国赔，那个金额可能拿不回来的啊。有啊，今天已经有两个找国赔了，可是也我不知考道。驾照啊，我被海啸冲走2次啊，他跟我说那是我的问题，政府不赔偿啊。我的2000块就这样没哇。了。啊，你有看到其他市民吗？我今天看到的都好少啊，都是车女生库医院吧，啊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再跑个一单啊，再跑个勤一点。哎，小刀，小刀，我好像没有你的电谁话是嘞。小刀？我是小东，哦，小东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小东，我的电我好像没有话你的电话嘞。22888。有吗？这样有吗？9272373。小姐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我的手怎么了？看你有点中风倾向呢。有吗？现在还有吗？现在应该好了，好了。好。那你们在干嘛？哇，你怎么长得有点阳刚啊？哎，你刚受伤哦，你怎么脸黑黑的啊？被撞我到不知道啊，我刚刚有撞到车了，不小心。哦。淤青有点大块呢，要记得热敷一还下。好啦，没什么事。啊，你们在干嘛？交朋友，啊，要去送货了。钱难赚啊。有什么难赚的？慢慢够吃赚够穿就好呐。喽。你有什么？不知道，我看人家开那种很炫炮的车。那一看十字有血是偷回来的哎，您哦。是借来的哦。哇，看那个谁啊，辣椒人就偷了一，就借了一台那种很炫炮的摩托车哦。那教人是谁？就有一个说他是特拉德布罗尔啊，他全我也身不知红道是红谁的啊。啊，没听过哎。布拉德特摩尔特吧。罗尔，他有血尿。什么叫血尿？他尿是血，什么意思？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不知道哎，听说的。好啦，你们先聊，换我送货啦。好。叫含懒胶啊。蓝胶啊。对啊，蓝胶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播广告，想起来了。
感谢小起点。早安吗？早安吗？现在早安？是啦，还是晚安吧？早安，感觉早安是五六点才在讲嘞，五点开始才讲的，这流量有点危险。我刚开已经24了吗？他是不是坑我啊？还好，逆向没看到。好，李家在，没被抓到。不好意思，我也要送这边的。抱歉，抱歉。感谢感谢。哎，你那边有没有多的吃的？吃的啊？对啊。我剩一个哎，你先吃吧，你先吃吧。好。你过来啊！你过来过来。剩一个你还要给我？隔壁看有没有服务生出来，再跟他要就好了。感谢感谢感谢。不会不会。啊！怎么？我的天！我才下去翻个垃圾桶，钥匙就不见了。哇！真低牛。我送完这趟，我就把车存一存，关台了。累了，累了。阿婷那边干嘛？第四步。欸，他有时候跑好快好慢哦，好好笑欸。他有没有那种？哦，原来等红绿灯哦。他有没有那种类似？Day by daylight 的那一种小游戏，2公里，
我刚看以为是绿灯欸。完了，我要去做视力检查了。我刚看这是以为是绿灯欸。这不是借口，我刚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前它显示是绿的。这不是借口。他如果刚被警察抓到，他说来每个都跟我讲说是绿灯这样子。有一点欸，就累了啊，疲劳驾驶了，就爆炸了，嘣！还是因为我刚是绿灯的时候在发呆，然后发一发，欸，就突然以为绿灯了。完了 set 咯，去哪里？晚安，红衣晚安。你12岁，这个时间点不是12岁的小孩该醒的时间内，赶快去睡觉吧。啥？啥？糟了，捡到欲罢不能了，这边好多哦，看一下位置，太远了吧，高跟街酒店左下角3点，好，一个点，不能吗？什么不能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你还想长高的话，你就这时间去睡觉啊。如果你跟我想说你12岁，你身高170几、180几，好，那你不用睡，你继续留着吧。为了你的身高着想，也为了你的健康着想，那个时间不是一些乖小孩该醒着的时间，懂吗？不是我赶你，是真的要赶你去睡觉。
冷气开了快两小时，终于有点那感觉。冷气开了快两小时，哇塞，那是冷没坏掉吗？你160，12岁160，12岁我想一下哦，12岁是小五吧，小五小六吧，不对不对，国一对不对？12岁，靠腰，等一下我算一下，18、15，对啊，小五小六吧。所以你希望你160就好，对啊，你，虽然你等一下，你小五就160哦，我的妈、啊！那我还是劝你赶快再去睡一下吧，不然你真的永远卡在160，你会哭哦。天啊！让人羡慕的身高欸，你知道我小一才144吗？不是小一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也很高、啊。我国一才14，欸，对，我国一144，讲错了。我小一144，我是巨人欸。哦，难怪我长不高，我就不是9点以前睡的啊，我就是都熬夜的那一种啊，哦，吓死人！我这个油撑得到结束吗？我很担心欸。今天去看中医，自己快点想要睡，可是一个大学生被这样警告更狂。对啊，我真的跟你讲啊，怎么又好像回来这里了？你就听，真的听我们的这个讲，我会放记录档，你不用怕看不到。早睡才155啊，没办法哦，遗传体质问题呀、啊。我是我们家最高的欸。阿苏菲雷多大、啊？啊，也不是博元，对啊，等一下关台也要去画画啦，还是连这种无聊的图也要看，不一定画得出来的图。不要说好，我不信，我才不相信呢。欸，隔壁而已耶，欸，难得那么佛。飞哥与小佛，我今年毕业在小六班，却不算矮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从国小到国中三年级之前，我都是全班倒数第一级矮的那种，通常都是第二、第三啊，不会是最矮的啦。啊，不过就很难过啊，最矮的男生啊，女生也还比我矮的啊。至少我的
单恋对象都比我矮啊，至少还有点成就感。我翻垃圾干嘛？翻吃的啊，你就知道，你平时就是如果你熬夜，你就会没有钱买吃的。你看像我一样，你不要熬夜啊，熬夜就跟我一样翻垃圾桶来吃啊。你也是倒数啊，女生小一点比较可爱嘛。男生不能矮啊，男生矮会没自信啊。自信就是身高啊。讲真的啊，喜欢女生矮的，一定会大过喜欢女生高的啦。你总不能希望，你看你今天170公分，啊，你希望你男朋友一定是比你更高啊？怎么可能找个比你自己矮的？就算真的找得到的话，那个男生一定会自尊心受到伤害，懂吗？没事，不要长那么高啊，女生。1.6公里。啊，我下次领车是这个油量吗？还是重新换啊？我很担心诶、欸，我好不容易开到油量可能剩6了，结果开到市区，一领出来发现油量剩6，然后不够开。可是我女生朋友16，诶、欸，她比我高诶、欸。到站记得吃东西，有啦，我一直在看我的血量啊，我的饱食度，所以我看才会边翻边打。女生也有想打篮球啊，有啊，可是就是要怎么讲？我说那些比较娇小的，不要去羡慕那种很高的啊，很高也有很高的困扰啊，啊小也有小的困扰，但是就是喜欢娇小的男生一定大过喜欢高挑的女生啊。对吗？虽然说什么，黑长直啊，然后完美身材比例那些有的没的啊，但是至少你能抱得起你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能抱得起她。女友高一点没关系呀，有关系呀。去，你好，聊天室有男生在吗？有的话，你们。如果女朋友比你高的话，你会有自信吗？或是你喜欢女朋友比自己高的？来，欢迎开放讨论。咦？黑长直，你说巨人化的小姐吗？诶，我靠，你12岁，你不要闭，你闭嘴。你12岁你不算，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恋爱。等你懂了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，好吗？等你6年之后，如果还有在开实况的啊，我还记得你的话，我们再来讨论，好吗？不然你现在说什么，我都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为什么这边都那么恐怖啊？知道海啸车吧？哎、欸，这样越来越难开哎、欸。然后我记得是这个点，开这边。然后熄火，安全带，下车，完美。搞不好有女朋友了哦，想要那个想那个，你们还记得啊？有些事要老观众才知道。有一个小五的妹妹啊，那时候就跟我想说她谈恋爱之类的啊，你们有印象吗？之前有个小五的妹妹，就直接跟我说，还是小一，要不然国一的啊。就说他交网友谈恋爱，有印象吧？哎、欸，我问你哦，哎，是，啊，你边走边运，我跟你讲，往前往前，右转右转。啊，这个车领出来的油量都是看你之前的车吗？还是好随像机的？没也没有吧，因为这台，我这台车一领出来，油量剩24，哎，真假的，我对领的啊，都是满的。哇，
好，感谢感谢你。公司配车配的这么不严谨啊？对啊，我的天。那可能找一下国培老老板。对，找老板。好啦，看老板可不可以帮你国培。好，感谢感谢。你怎么称呼啊？哦，小郭。小郭哦，有，今天有听到，好。哦好。饿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没关系，自便啊。好好好，先走啦。好，慢走。对啊，那个妹妹最后还是说她交了男朋友啦。你有比自己高出门有压力的说？对啊，就是有压力啊，你会男生真的会很没有自信。而且娇小的女生才会让男生有那种想要保护她的感觉。你还不是说遇到你什么的？对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如果你就是三年之后，还是几年啊？我说三年还是两年，等他什么毕业之后，如果你没交到的话，就画图送他。他就是跟我说好，就过不到一个月就跟我讲说，反省我没有遵守到约定，我交了男朋友了，而且。后来仔细，我就很冷静下来仔细想想，他会不会虎小啊？国小欸，那长得高的女生，唯一你有自信的一点就是在床上啊，躺下来都一样高啊，对不对？躺下来都是一样高，所以至少有自信。至少枕头的高度是一样啊，管你脚的长度一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世代下来的问题耶，毕竟性别科学上男生一定要比女生高，不是不是，没有说到一定比女生高，是我们男生会觉得啦，在女生，哎呦，讲错话了吗？在女生旁边太高的话会很没自信。没有说到一定啊，像很多姐弟恋啊，对不对？也是有姐姐比弟弟还要矮的啊，不然就是正太配御姐嘛，那个我懂啊。可是那种正太是真的是小孩子啊，又不是说比你年纪，又不是说像那个正太是看起来像正太，可是年纪实际上大很多的。你有想过这有一期有的女生找不到男朋友，明明。没有什么不好。你179，我可以看照片吗？我很好奇，你找不到男朋友吗？179找到男朋友，我一想到的就只有男生太怕你，要么就是你太挑。就女生你会打扮或什么的话，就不用怕找不到啊。重点是不会打扮啊，然后又太挑啊。那边出问题耶，去睡觉了，晚安。蔡成勋，可是我看你的名字感觉像男生呢，每个都太嫌太高，每个都嫌太高。你的名字真的太像男生了啦，不好意思。嫌太高哦。就跟他讲啊，我不会嫌你矮啊。我都没嫌你矮，你嫌我矮，你嫌我高。这台车公车怎么是倒车？像在鬼岛就很多女生穿高跟鞋，我就跟他讲说不要穿高跟鞋啊，男生坐在旁边超没自信，是不是？我这样讲。可是我刚刚看驾驶没有人啊，要饿死了，试一下。嫌太高感觉很好，嫌太高，哦，嫌太高哦。白痴哦！
高比高压力装。打什么？外送车的车尽量不要停在这边。哦，刚刚就是说那个我们在领车的时候要排队。哎，没有红绿灯啊，搞毛！小猫咪，小猫咪欠压吗？欠年吗？OK， 送哪？有看到可以回你一下吗？你回什么 ？Lucky Lucky， 你说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。你回什么啊？没有啊，你有打什么吗？你现在不累吗？这句吗？累啊，我超累啊，我刚刚就说我很累啊。我超级累，可是就是送完这一趟啊，我就要休息啦。喵！如果一样高嘞，一样高就男生垫高一点嘛，就不要叫女生穿高跟鞋啊。那你还怕？那你还拍？拍什么？我拍什么？啊，如果你讲话不经大脑的话，我是会让你安静的哦。叫男生穿高跟鞋也是可以啊，一样高就故意是这样嘛。哦，对啊，抓头发。而且我刚刚就有说，我送完这一个，我就要关台休息了。我刚刚有没有说？你给我道歉哦，好好的道歉哦，不是对不起就可以解决的哦。感谢 follow 啊，还要洗澡哦，有点懒得洗了哎。可是夏天身体黏黏的又不好睡，唉。流量剩15啦，我到不到得了车咧，车行咧。欸，可以，哈哈哈哈哈。这是最后的车啦，你又回来了。高跟鞋一开始发明就给男生穿的，没记错的话，哎呦，这我不知道哎。我知道会有发明矮乐，那个什么矮子乐，就是给男生用的，给那些觉得身高不满足的男生用的。哇，哇哦 ，Magic。你们男生会愿意垫鞋垫吗？会啊，很多都会穿啊。很多身高160以下的都会垫啊，好像165以下很多都会垫。
哎，我那位蔡小姐，你如果真的这么高的话，你有没有考虑过那个 coser 啊？如果你会化妆打扮的话，有些蛮高挑的女性角色，你可以 coser 啊。那搞不好你就是会有男生喜欢哦。啊，不过你要小心，那个圈子也有很多黑暗的地方，自己自身安全要注意啊。后鞋垫，你是说脚跟那个吗？还是就是一整片？鞋子日垫高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发明的。哦，我好像听过诶，没垫过，你行啦，路灯很久呢，怎么走啊？脚跟的哦。有啊，我有看过，我有几个朋友就是会垫呐、啊。哎、啊、呀，这跟你讲哦，我们实况界的那时候跟我们比较熟的，也有一两个会垫哦，不然他们不垫是真的很矮。我操！对不起，我骂脏话了，抱歉。跟大家道歉。到家啦！存款，存款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回本了，回本了。欧美人很高，很高啊！啊，那个车也存一存，我们就休息啦。要感谢今天收看啦！又要找钥匙，哎，我要播喽，我播广告喽，请关掉你们的喇叭，5秒，3、2。一，广告，广告，广告。Hello。刚刚偷车警告，你可以查车牌，因为我。你的车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上了别台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晓东。陈小东，对，我可以方便看一下你的车子跟你的身份证吗？你是不是要先上车才行？不用。哦，好啊，等我一下哦。你方便给我证件吗？我给了，有吗？你靠我近一点。没有，可能要等一下。你陈小东是吗？对啊。好，这城市姓陈的有一点多。很多啊，我才发现超多哎。陈小东，好，那因为刚刚这边有偷车警报，所以我看来问一下。好好好。啊，不检查车子吗？啊！发讯息给刚刚那位，我要先出城啦。啊，到车库再回啊。
到了，关台喽！感谢今天收看，忙着亮，车辆已入库。嗯，这台是外星车。检查看看，没事哎、欸。都是多少？我的对，131。哎呦，真是个小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原来我是小不点的小。小东哦。哎、欸，我的倒霉嘞！怎么了？你很倒霉。刚刚车子啊，嗯，停在那个 Uber 那边，就有人叫车又爆炸了。哦，刚刚听到爆炸声是你哦。没有，我的刚不是我的，但是我的也爆了，怎么那么可怜？啊，怎么办？就去拖吊车那边拖吗？没有，这里是主要是我的车爆炸，但是没有事，但是倒霉的是我刚刚警察过来查我的证件啊，然后把我的驾照收走了。驾照收走？他说他按错啦，说错了，不小心说走了、啊。所以他有赔你钱，叫你再考一次啊？有啊，他赔了我5000块啊。哦，打错了，等一下。但是我刚刚去驾照考试学校没办法考。你们在聊什么啊？他的倒霉事，坐直升机。这个声音，柠檬鸡，李龙鸡是吧？啊，怎么了吗？没有啊，认声音啊。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谁。竹竿啊。面试失败的那一个啊，小东啊，跟着他们面试的那个啊。小东有面试，我不知道、啊。我没有啊，我是陪进去玩的、啊啊。看到我们失败，他就退却了。没有，根本没有要面试，好吗？院长太严格啦。这台是外星车，不能开是吗？还是怎么？可以开。要帮你填海是吗？对，帮忙一下，谢谢。好的、欸，里面那一台也要填海，也是吗？对啊，里面那一台计程车。哦，好，太多了吧？没办法，一直遇到状况。我路上也看到一堆啊。对啊，尤其是一堆那种送货的车。国赔国赔，赔你大爷啊！还有公车的幽灵车。开车也是很麻烦呢，买一台脚踏车来代步好了。好，这台15000。哇，跟我的计程车一样贵呢。加速可以到70哎。那可以特技吗？能加速的都嘛不能特技好吗？我想要特技一下。我应该是会买特技脚踏车啦。好啦，又要去考驾照了，关台咯，大家拜拜。好累啊。